停，可以啊，可以，我帮你整吧。不用，真假的，没事，真没。这个玩意儿自己按也没法舒服吧？可以，也可以。我找的比较准，哇，专业。这是你自己剪开的？没有，怎么可能？没有啊，冰袖都是这样的。冰袖是目的是啥呢？所以说就是一个装扮。其实像一个装扮，我是不是打冰球用的？吸汗，有的人胳膊上有汗。这个是纯湿，对啊，你打球不可能这样啊。是的，挺难受的，这样不可能。对，我肯定打的话，我肯定得这么打。肯定啊。对，敢完针也还是得跟前面的那种哦，一个哥们敢完针，哥们敢完针和板蓝根，啊，太想打篮球了，对抗。哎，咱这轮比完去打一个呗，打一个呗。左右手开发怎么样现在？左手一般，但是左手太难了。但擅长左手的人好突呀。对，因为都不习惯防你。突破还是个学问，得练了。突破是节奏，没球性了就对不好。哎，你的胸肌特别大，会不会影响你？就是投篮的时候那种，你会觉得有一种那种夹住。但是你刚刚练完会，刚练完胸是胀着的那种时候，你起来是吧？对。